华监制的新片《潜行》将于明年1月11日在香港上映。他除了亲自参与演出，还找来任达华、彭于晏等大咖演员参演，引发粉丝们的期待。近日，电影的官方账号释出了幕后花絮，其中彭于晏和刘德华的互动立刻掀起热烈讨论。只见彭于晏在影片中穿着深色西装，看起来十分帅气。但得知偶像刘德华即将来到现场后，马上表现出紧张的情绪。刘德华现身后，彭于晏立刻起身向对方敬礼，刘德华也逗趣的回礼，让彭于晏感到既害羞又开心，瞬间化身为小粉丝。除了停不下来的笑容，双手还在桌底下不断的抓裤子，难掩兴奋之情。影片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笑称：“刘德华果然是天王啊！就算你的偶像不是刘德华，你偶像的偶像一定是刘德华。”